今天要请泡少培吃泡面，因为不用了，少培也喜欢吃泡面。不用吃饭了，拍一下泡面吧。我们星期一聚会，今天老师我们也是这样，朋友说为什么要吃泡面？吃了你们就知道了，泡感觉就是不一样。快，就是这样。我跟你讲，来，我示范一次给你看。啊，对对对，示范泡面的吃法。来，先拍这一张，先拍这一张，然后我们这是香菇啊、还有菜，那我们还有葱花，那我们先把这个打散。先把这个面打上，这个第一次泡面时间正式录影转播，有兴趣的人可以一起分享。我们先把这个面捞起来，因为这么大一碗面吃起来很嫩，然后吃到最后面会软掉，所以我们先把面捞起来。然后这里就有菜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蛋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把油葱倒进去，因为这里是两包面，因为干面你要一次吃两包才过瘾。下星期也要这样吃。我可以快速的转换。蛋捞起来，还有我们可以有香菇，我们再进一个香菇。Hello， 看完完了，然后那个可以看到一张脸，然后我们再。做一个嘴巴，眼睛很大，又有花花，有假睫毛。那个给你吃。